向前冲，千锤百炼，梦想之上，有征途那会没有危险的阻挡，每一次跌倒站起都是成长，练就坚强。心中有许多梦想，渴望那冒险时光，把自信握紧手掌，英雄就是榜样。当使命从天而降，未来也充满想象，去远方踏风破浪，带上梦想起航，向前冲，千锤百炼，梦想之上有征途，那会没有危险的阻挡，每一次跌倒站起都是成长，练就坚强，向前冲，风雨无阻，梦想之上，前行的太阳绽放正义的光芒，勇敢挺身而出，拯救世界，实现梦想。向前冲，风雨无阻，梦想之上，太阳绽放正义的光芒，勇敢挺身而出，拯救世界，实现梦想。年年面，小野，你很熟悉这个吧？你在干嘛？砍一段树下来，挡住那个面团不就行了？不能砍，一棵普通的树而已。谁说这是普通的树？小野，爬那么高太危险了，你要说过很多次，不许爬了。可是爹说能爬，对吧，陆爹？当然了。这可是我们遁角族世代守护的神物陆神树，小野也是我儿子，当然要多爬一爬了。小野，你要记住，等到陆神树开花那天，就能实现任何愿望。你的愿望想好了没？还没。那我可好想一个。那棵树那么厉害，难怪当年你家搬到这里时都要带着它。别听我爹瞎说，娘说过，所有版本的大陆秘密说里都没记载过什么鹿神树，这就是遁角村里一棵恰巧像鹿角的枯树而已，多少年来连叶子都没长过一片，是我们遁角族的祖先因为地位低微才编出了这种蹩脚的传说来唬人，全村只有我爹一人信，所以几年前村里想把树砍了用来翻新祠堂，我爹坚决不同意，才带着树和我们全家一起搬出来，小野就是在搬家的路上捡到的。我觉得小野比你像你爹。哼，我像我们娘，他像我爹，正好。很远就在风中闻到了气味，果然没错。去叫你哥吃饭。好。小鹿，我们三兄弟被清水卫队追捕，只有我一人逃出来，一只狼以后能做的坏事太少了，所以我需要他。嘿，
撒伐俩，抓紧压力，只要我好好调教，肯定会长成相当凶暴的狼。反正这小东西才是你亲生的，一个换一个，对你很划算嘛。小野，咱们来做一个游戏，跑。他跑掉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小鹿，小小的叫什么呀？快跟我走，好好学学怎么让别人害怕。小野，别怕。都不疼，没意思。你是鹿，咱们宰的是狼，杀戮侵略是狼的天性，你坚持留下它，根本没意义的。天性吧。刚刚捡到小野的时候，每天抱着它都不一样。但后来我发现，其实他只是不想让我放手而已。狼的天性并不是伤害别人，虽然表达情感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情感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自己选择了做坏事而已。不要来天性，退开。非常开心，希望我做梦都想当英雄。可惜鹿神树一直没有开花，没有任何人觉得我做的事有意义。你在唠叨什么？我完全听不懂。我已经病重很久了，虽然一直瞒着大家，但身体已经到了极限。即使如此，守护一个孩子的未来，我还是能做到的。什么声音？小野，咱们来做个游戏。现在闭上眼睛许个愿，等到鹿神树开花那天，就可以实现了。你的愿望是什么？陆姐，一定可以实现的。大嫂，我错了。小野，不要闹了，赶紧给我下来。现在我的愿望想好了，替陆爹当上全天下最伟大的英雄。叶子，你在说什么？鹿神树从来没长过一片叶子的。一片叶子哦。鹿神树真的长叶子了。不信我拿下来给你看。别动。不早说。
普通的枯树啊。这根本不是什么鹿神树，而是大榆木。叶子一旦被风吹掉，就会瞬间长出大量叶雨，飞上天空播种。因为是非常南方的植物，在这里气候不适宜，才会这么多年都几乎不生长。乘着翅膀飞走了，那咱们算了。我差点忘了，这世上有些人是说什么也改变不了的。一定会回来。